东莞市晨丰机械有限公司开工防疫宣导短片，进入厂区前的作业流程：一、先将在外佩戴的旧有口罩取下，放入废弃口罩回收桶；二、使用消毒酒精进行双手第一次消毒；三、登记领取公司配发的新口罩，并且戴上；四、保安会帮您进行体温测量检查，并且记录；五、填写个人健康状况登记表，若有发烧、咳嗽、咳痰、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难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，务必详细填写，并且签名确认。六、所有人员进入厂区必须全程佩戴口罩，不可取下。七、在消毒盆处，左右脚各踩踏两次，进行鞋底消毒。八、进入保安室刷上班磁卡。九、使用酒精杀菌净手器进行手部二次消毒。以上为晨丰员工进场前所有作业流程，请各位同仁务必落实配合，共同防疫，谢谢。